樊振东赛后揽责，输球要有担当，自己多去总结。北京时间10月4日，乒超联赛第二轮，汕头明润0-3不敌山东鲁能，其中第二盘，王楚钦3-1战胜樊振东。樊振东赛后揽责，某一场球没有顶下来，会对场上的局面，包括整个的士气都会有很大影响。